他们被抓住，你速速上山，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五行车，那必是五辆车，你到底拆了几辆啊？哎，罢了，山门看来是守住了，你且先去，我随后。老大王曾说，五行车名为五行，实属五脏，各有不同脾性。老大王曾说。 这次被揽得很，只顾自己威风，五行车也不给我留一辆，老子的符都要锈住了。老大王远远瞧着，身旁既不见坐骑，更不见混铁棍，这其中到底有何缘由？火焰身究竟还有什么？看不明白，看不明白，得先找到碧水金睛兽才好。 碧水金睛兽是老大王的心爱坐骑，如同手足弟兄，怎会不见了？碧水金睛兽是老大王的心爱坐骑，如同手足弟兄，怎会不见了？